八王千岁来咱们这儿了。銮驾离县衙只有百步了，马上就到，快出营啊。谁？八千岁。八王啊，快出营啊。什么八王？老爷我累了，先洗个澡。你干嘛？你说干嘛？躲开点，快快快快快快躲开点，别急别急别急，好不好？八王千岁，这驾到了。多大他来咱们下乡干啥？他来下乡干啥？何老仙儿，回公公，我们老爷这正在沐浴更衣，请八王千岁稍后。岂有此理！这么大热的天，让我们在这儿等着。这个、后老心儿捣什么鬼呢？请稍后。八王千岁，进去。千岁，我们老爷吩咐过了，公堂重地，闲人免进。混账！谁是闲人？你骂谁呢？我骂他们呢。什么他们我们的？奴才该死。该死你不死去！写来吧，谢千岁。来，你们老爷是不是生孩子呢？不，我们老爷是官府。爷，官贵不得了吗？还官府？官府？你哪这么多废话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走！叫上来。快去！到！行了吗？凉了啊！再倒点热的啊！哎。柯老仙儿，上堂。柯老仙儿，柯老仙儿，本王来了，你敢不出营，你该当何罪？出来，老仙儿。对多少？少对。你说，八王到咱们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有事儿呗，还不是小事儿。那你还不赶紧去啊？你懂什么？哎呀，又热了，再兑点凉的。哎，你这不是来回折腾吗？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，人这辈子就是来回折腾。什么都是你说的。爹，水怎么着？您不洗了？又打水干什么？算了。擦擦就行了。哎，给我击鼓去。去。太不结实了。
起来干嘛？出去。大胆叩准！现在胆子越来越大，见了本王连跪都不跪。这是公堂，本县有公务，莫说你是千岁，就是万岁来了也得坐冷板凳。你有什么公务啊？啊！今天你不说出个子丑阴谋来，我砸了你的公堂！说，有人击鼓鸣冤，本县当然要升堂。我击的鼓？你状告何人？且请站下去。站下去，寇准，你看你是，你看你是什么样子？你公务，你看你是什么样子？站下去，我告峡谷县正堂寇准，不理政务，目无朝廷礼法。可以，你先报上名来。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何人？我乃是八王府总管太监张文远。你告何人？我不告谁，我是来伺候我们家王爷。大胆无事竟敢搅闹公堂，轰出去！好你个老信儿！信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等。老信儿是你叫的吗？下去。我说老信儿啊，你说你啊，敢赶走本王的仆人，赤身露体于公堂之上，你该当何罪？下战何人？你家王爷赵德芳。本县公务在身，待完事后再叙大礼。我说寇准，我找你真的有事儿，咱们可否后堂一叙啊？你既然击了鼓，就先打官司。谁让你磨磨蹭蹭？你磨磨蹭蹭，我才记得鼓啊！这堂鼓岂是煽动之物？煽动，让我给打破了。嘿嘿嘿嘿，本县就这么一个好鼓，你打破了，赔！谁让你光着膀子上堂的？有人击鼓，啊！我撤诉。准你撤诉，先把鼓钱赔了。寇准，寇准，我真的找你有事商量。有事说事，别挤眉弄眼的。寇准，你怎么分脸不认人？好，我告诉你，王强已经起到皇上，求皇上追杀杨六郎。我去，着凉了还得赔药去。寇准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今天我不打死你！别跑，寇准！寇老兄，你们站着！寇老兴，寇老兴，你出来！下官寇准拜见殿下，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不知八王千岁驾到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望起恕罪。